家里有养宠物的千万别划走，你是不是一回到家里就感觉总闻着哪里臭臭的，朋友客人来了好尴尬，那你一定要用用这个小宠的喷雾消毒液，它不仅立马就能释放出自然的清香，而且还具有杀菌消毒的成分，全屋都可以喷，安全无刺激，快点击左下角下单吧。